内飞龙乱下，天降五行人之凶。干嘛呢？没什么，爸爸，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回家。找到了，就是你了。这可是康熙年间的古董。是古董没错，但它是陪葬品，具有太多阴气，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。咦，怎么这种花瓶一般都是成对出现，这里怎么只有一个？草木飞龙万象飞，万物有从容，这次的破。我在南京，我竟然会是一个小女孩守护，真可惜。大功告成。喂，记得老爷子醒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爸爸，我可是用真本事的。到底什么目的？要说目的，就是我想让你当我的爸爸。第一，我不是你爸爸。第二，你亲生父母呢？我是孤儿，是师傅们捡了我，把我养这么大。那你师傅呢？师傅说了，我命格特殊，只有待在你身边才能好。这什么时日？对他也太差了，穿这么破。我会让助理去查一下这个小强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今天就出城了。谢谢爸爸。谁是你爸爸？这次还有多好的一次活过！爹，爹，动别动！小哥，看一看这个。哎，不是，这哪来的小乞丐啊？那么贵重的花瓶，天坏了赔得起吗？你再松一下，我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我的洞宅。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先搜残吧。以防有人害了我爷爷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爸爸，有人想用我的智商害死他爷爷。哈哈，简明，你竟然有孩子！简明，这是你的种，看他一副小乞丐的样子，该不是你哪天喝醉了，把路边的女乞丐给……嘴巴臭，会倒霉。找死是吧？爸爸，我这个小野种，你该蹲地。景恒，看看你养的好儿子，不敢动我，哦，不服啊！逆子，他可是你母亲。景。这个天煞孤星，你赶紧滚出！什么？之前克死了你亲妈，你还不够？现在还想克死我爸？克死我爸？克死爷爷？也不知道你妈如果还在，她会不会后悔生下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赶紧带着你这小乞丐一起死外面啊！儿子，爸，你个……糟了，爸爸身上的杀机又起来了。及下方观看全集。